这套房子是在尔湾市的大公园社区，三房三卫，室内面积1800多尺，看看它的位置有多么好，对面是篮球场、泳池、草地、公园，这里就是小学，过个马路家门口就是 K 到八年级的小学初中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有人在这里比赛。进门，楼梯上二楼居然还有一个挑空的空间。这边是正南，右转是半个洗手间，这里是车库储藏间，是厨房啊，厨房的窗子正对着 park 灶台，客厅、餐厅，这里是 pantry， 看看它的院子有多大，院子做了地砖。楼梯做了地板的升级，上来之后前边是主卧，这里有一个卧室，这里是洗衣房，两个卧室共用的洗手间，这是其中的一个卧室，正前方是一个 trail，这是一个位置非常好的房子，稀缺性啊。这是其中的一个卧室，这个卧室现在是朝西和南，看对面的篮球场，如果有家里的孩子喜欢篮球打篮球的话，那太方便了。看一下主卧，主卧的空间挑高了很多，应该有10尺的高度，闹间也不小，还有一个阳台，主卧的洗手间，经济又实用的一个房子，位置相当好。 OK，